跟许光汉来到现场，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他们。我们先请那个兄弟党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大家好，我是吴建豪。大家好，我是许光汉。今天的时间非常的有限，只有十分钟，所以接下来就是开放给你们，如果有任何想要分享或是问两位问题的，赶快举手。那我们今天都会送给大家一个签名的 DM。 好，我比看的比较不了解，就是为什么他会选择那个哥哥，为什么会选择这样跳下去，感觉他，我不知道他的受的挫折或是伤害在哪里。光汉来。这其实也是我妈想问我的问题。我上个礼拜回家，然后我妈说：“哎，为什么阿豪要跳楼啊？”阿豪，我妈就会找你。因为我觉得我的解读是，人，我觉得作为人都要有光明面跟阴暗的一面。那我觉得这两个面是，人在可能会。需要这两个面去做一些互相成长，或者是从中去做一些学习的。那我觉得任何一面太多都不是一件好事。那我自己的解读是，我觉得阿豪他可能光明的面太多，他想要找一个属于自己的阴影，因为我觉得他如果找不到的话，其实他的灵魂的重量其实会很不踏实。那我觉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因为我其实在做这个角色功课的时候，剧组有给我一本书，是袁哲生的《寂寞的游戏》，它里面其实包含各位刚刚看到的，在里面有我在公车站讲那个阿豪在公车站讲那个司马光的故事，其实那个故事就是出自于这本书，它里面其实就是投射作者对他自己人生跟一些价值观本身灵魂的一些怀疑，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这本书这样子。嗯，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谢谢。谢谢。好，来下一位，好，来大声说出你的问题，你要问谁？我想要问那个吴建和。好，建和。对，就是算是一个小问题，就是想问说，最后他就是被丢下车之后，为什么要跑起来？其实就是想要表达什么？就导演叫我跑，一切都是重要。没有，那个是还不跑吗？那个我们那时候拍的地方是在那个六五，那是六五吗？六四，反正就是快速道路，然后我们就封了其中一条拍，所以那个其实一被丢下车的时候，你只能跑，因为那个很怪啊，你就是每台车都开那么快，然后。而且听说那天时间很短，要拍完的，然后一个小时，突然就是现场被限时，然后就是那个很多车子，你就那个你走下来，你就一副不会觉得那边是人可以走，所以你要赶快跑一跑，把它跑到平地。好，嗯，来下一位，好，来，刚才那个电影是这样结束的。就是忽然跳到剧照，然后接片子。对，不好意思，是的。大概你想问，对。然后再来就后面有珊珊老师的歌。菜头真的死掉了吗？然后会有续集吗？菜头的好友，他现在在好像在彰化拍戏。敬请期待。在剧中被打死了。对。好，那续集要问导演了。好来，就像在戏里面演的，其实哥哥就说，其实其他人都有阴暗面，但是他没有阴影。那就我想问，就是那哥哥他会恨，就是他爸妈或者是他弟吗？就是你在解读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是他的心里面的，就是负面情绪。挫败。哥哥。基本上我觉得他也不会说有特别有什么负面情绪，我觉得他不会对他爸妈不会有任何的憎恨，他只是不想要麻烦到任何人，包含他爸妈，对啊。然后我觉得他只是需要可能一个出口或者一个救赎，然后我觉得在公车站他可能找到小珍去讲这段故事
就是他想要得到一个救赎，但是可能结果不是他所想象的。我自己的解读是这样子，谢谢。好，好，中间。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弟弟在那个半夜在全家遇到爸爸的时候，他用什么方式去呈现那个当时的氛围？就是讲出爸爸这一句，然后约爸爸喝了饮料的这个感觉。对，那一场戏很动人。我觉得，那个其实是我跟爸爸唯一单独对戏的一场戏，然后原本只是一个巧合，不小心两个人碰到，但是我觉得，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应该会有一个大家都想要找出口，然后在那个时间点刚好可以讲一些，跟爸爸讲一些什么。然后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然后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讲哥哥的事情，然后再加上希望爸爸可以过得就是不要让妈妈这么担心，因为那爸爸其实一脸就是小孩子，你不觉得他很无聊吗？坐在外面，然后他所以他隔天，你知道宾利吗？没有，他就是因为然后。另外，隔天他起床，不是那个亲姐妈妈起床，然后就说啊，我们家里面需要钱，想要开个美容院什么，然后他就说好。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环环相扣，因为儿子这个角色，他一直以为儿子做不到他心里面想达到，但他没发现，后来是儿子教他应该要怎么做。对，嗯。谢谢，好，来这边。就是我觉得，像电影里面，就是哥哥有讲到说，就是每个人其实会有自己的阴暗面。那就是在剧中的其他角色，他可能都有机会，就是躲在阴影下面。可是哥哥就是一直都呈现一个很阳光的状态。然后在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有时候为了不让别人担心。就是也是会就是一直努力，就是逼自己要一直呈现一个很快乐或很阳光的状态给别人知道，然后就是自己吞下一些就是不好的情绪。那在这个时候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要怎么去化解这种状态？来给他一些温暖。需要去抱你还是什么？因为感觉你讲这个时候，你感觉很像是在讲自己。当然我会不希望就是大家会变成电影里面的阿豪这个状态。我觉得好像也没有说有一个，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所以我觉得没有办法有效的说哪一个方法一定是最重要。但我觉得找到。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包含在我现实生活中，我就觉得活在当下吧，活在当下，然后我觉得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因为最糟的就是现在这样子，我会一直这样鼓励自己，但我觉得每个人的方法都会不太一样，所以我希望你可以赶快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方法。需要那个吗？我们大家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给他一些支持。那最后再请两位跟大家讲几句话，我们时间的关系。好，那个如果喜欢电影的话，帮忙分享，谢谢。一定哦。就是希望这部电影在你们走出这个电影院之后，还可以留下一些什么在你们心里。不管是阳光还是阴影都好，希望你们可以分享给你们的亲朋好友，谢谢。谢谢大家。那最后要送给你们一个礼物，就是我会请两位演员跟大家来个大合照。好，我们正在中。